前尘万事成云烟，散在彼此眼前。请用一个字来形容龙文敏。美。喂，哈，喺 gym 咯，系啦，哦 ，OK OK， 顺路到我咗啊，攞正牌噶 ，OK 冇问题 ，All right， bye。刚才咧，我都收到我哋上头嘅指示，就话到既然我哋咁有缘分，可以喺呢个 gym 嗰度见面咧，所以咧就你考下我，我又考下你咁样咯。即系话咧，你举住哑铃嘅时候咧，一样你都要唱歌嘅。三二一 ，Go！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就马上进入第二关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快问快答呢就要套在你的身上了吧。那给你30秒的时间啊，妹妹。好，请问你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快点啦。去 KTV 必点的歌到底是哪首情歌？哪首情歌？什么情歌都得。你上一次旅行去哪里？啊，上一次啊，上一次日咪同我一起咯，日本啦，日本系啦。有钱嘅话，好有钱嘅话，第一样嘢会去买咩嘢？买机票。去边度？去北欧。平时有啲咩怪癖？咩怪癖？我好正常。啊，刚才呢，我跟文敏呢，其实在这个 gym 这边，哇，做这么多不一样的项目，其实是为了什么呢？最重要就是要，为了我们的 Melody FM Fabulous 的这个嘉年华做准备的啊。是的，就在8月6号的早上7点到下午1点呢，就在这个康乐的国民型华文小学举办啊。到时呢，希望我还有罗文敏，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 DJ 队长们呢，可以见到你咯。好啦，看完影片啦，记得只要在特定时间 call in Melody FM 0394333388，根据影片回答一道简单的问题 ，Melody FM 就送你价值100令吉的购物礼券。